明镜推荐。明镜为您推荐明镜电视节目精要，敬请锁定。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啊，因为你这个故事太多啊，经历太多啊，我们可以慢慢谈。但是我今天在结束这个话题以前，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啊，有一个在一个采访的时候，您说呢，您是从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啊，完成了一个到新闻记者的转变。那么这个说的你是在前一些年的前些年的一个转变。那么我现在我可不可以问？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把一个新闻工作者又转化为了这个党的这个喉舌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现在完全是退化嘛，是吧？这个我这个转变呢，是当时是从我就讲了，我从业新闻从业这个阶段啊，也赶上了中国新闻界应该最好的时候。虽然有很多问题，但相对来讲，它还是，你让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九八抗洪啊，抗洪呢，长江决堤在九江段决堤，我赶上了，我在啊，当时40万人呢、啊，紧急转移，而且我们到灾区去做着军队的这个冲锋舟去救人，啊，已经千钧一发，突如其来。千钧一发，而且在这个之前呢，九江当地的党政官员拍胸脯嘛，长江大堤是吧，万无一失，但是没想到就决口了啊。然后人们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灾难突然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我给报社这个不断的发消息啊，发消息的过程也比较困难啊。但是总算在12点半夜里12点半截稿之前，我发回去两张照片和八条消息吧，700多字嘛，啊，这个最后一句话是，截止到现在啊，截稿时间啊，仍有大批军车开往出事地点，就是情况非常危急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那决口的当天上午，我们报社领导和其他媒体的领导被招到中宣部开紧急会议啊，紧急会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重申新闻纪律，对任何这个突如其来的什么出现的情况呢，不许报道，如果要允许报道，只能用新华社这个通稿啊。所以我们的头是上午开了这个会，下午回到报社，我这个消息不断的告急的消息不断的传来，消息照片一直到夜里，啊，所以我们值班的三个领导就商量怎么办，啊，因为你牵扯的九江40万人啊，长江这个雨季到这个流域到处闹灾，但是长江主堤还没有决啊，现在长江主堤决了，多么严重的事儿，最后几个领导就下决心报。第二天我这个东西成了独家新闻啊，在场的有地方记者，有当地记者，有中央来的记者，北京来的记者，有军队的记者，大家都没有报出来，最后因为接到新闻纪律了嘛，啊，有一个东西死死的紧箍咒罩着你啊，谁能报，那哪想到就中国青年报报出来了。所以第二天早晨呢，很多同行见了我跟我握手，我是什么意思，咱们天天见面你这跟我你们听了一个炸弹，就你们出来了啊。但是没想到我们的头啊直接接到中宣部头的电话，你们要干什么，他们最爱说的就是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不就是报了个新闻吗，让大家疏散啊，你们要干什么啊，这个好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后来两天以后，朱镕基去了啊，去了这个解禁了，这个朱镕基讲了几条豆腐渣工程、王八蛋什么啊？王八蛋工程，对，对，就是那次嘛。朱镕基讲了，其中有一条啊，不能向群众隐瞒真相。这样，两天以后，我听了这个消息，半夜10点钟看电视，
头条就是九江决口，那证明我听到的消息，朱镕基说的话是对的，报纸现在电视播了啊，所以我们这对我们这个批评领导，我们领导几次检查才不了了之，但是我没有想到半年以后中情报挨批评了，因为这个报道挨批评，挨中宣部的批评，人人皆知，媒体的领导都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半年以后在评中国新闻稿的时候，评奖的时候，年度评奖中国新闻奖的时候，我们报社把我写的这个消息啊，七八条消息送上去了。我更没有想到最后呢，我的这个消息被评为当年中国新闻奖的特别奖，投票的人都是各报的老总啊，啊，你没有想到你的被批评的报道被报社又报社去评奖，你更没想到那些老总们就是给他投票，知道他挨批评了，这不是新闻界的博弈吗？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啊，啊，这是一场博弈啊，啊，是维护新闻尊严和变为驯服工具的博弈。驯服工具论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啊，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边提出来的，他让大家做驯服工具，我们都成了驯服工具，文化大革命就打倒你，就整死你，驯服工具就是这个结果嘛啊，我们媒体要向读者负责，起码要向40万人负责啊，生命财产负责，为这段历史负责，但是挨批评写检查啊，没完没了的检查啊，最后不追究了，但是最后我们报又把它拿出来评奖，最后又评上奖，我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从违反纪律到中国新闻奖，我讲作为记者评奖对记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重要的消息能传播出去，能让读者知道啊，就跟那个2008年汶川一样啊，汶川大地震的前两三个月，拉萨事件，拉萨骚乱，政府采取的什么措施呢？把媒体通通赶走，中外媒体通通赶走，啊，结果弄得世界舆论大哗。汶川地震，天崩地裂，所有的媒体都扑去了，啊，也有禁令，也不让去，但是，啊，法不责众啊，所有的媒体都往那儿扑啊。报道出来呢，当时汶川地震的局面和拉萨那个报道完全不一样了，天天连篇累牍。电视广播24小时滚动新闻，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极大的动员了全国人民对震区四面八方的支援，啊，这是第一个效果，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鼓动了，把人们的信心鼓动起来了，还有一个，政府因为媒体的及时报道。在全世界面前，中国政府那次是得了分了，是得了分了，因为你之前拉萨骚乱是那么做，现在媒体放开了，面对汶川大地震，在这点上是得了分了，啊，当然十几天以后，那上边又清醒下来，又马上限量，各种限量又来了。我离开四川的时候啊，我们到重庆到成都那个四川电视台底下。他接待媒体中省委宣传部在那儿设了一个点嘛，我和我的同伴说，我们去要一个记者证去吧，留一个纪念，啊，结果我们去了之后，记者证不给，啊，因为已经限制了，谁让你们来的，你们刚来你们就想要记者证，你事先不请示不报告，啊，一个小姑娘接待我们就劈头盖脸，我当时急了，我说我们不是刚来，我们是要走了，我们无非想留个纪念，你睁眼看看我们俩这双鞋是今天刚来吗？啊，所以这个汶川地震啊，
因为媒体比较及时的报道，他是得了分的啊。这个是一个教训，是一个对比啊。新闻你要相信读者啊，读者新闻角度不一样，报道也可能有失误，也不完全准确，外国媒体也不准确啊，美国之音它也不准确啊。但是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这句话说错了，他马上说对不起啊，我再重说一遍，听众们习惯了，这种纠错是自己都能纠的，结果你现在，我们看着你们这么荒唐，没有人去纠正你呀，啊，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开放，啊，不能这么搞。如果你不想开放，你这么搞也不行，啊，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的那种权威，一言九鼎啊，一句话可以让人家破人亡，死多少人，怎么样呢？啊，真相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他不断的在顽强的表达自己。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延安时期，比如说这张照片怎么做假了，怎么做了，把哪个人去掉了，现在都出来了。文革时期怎么做假啊？我从这照片这个角度都出来了。所以我跟我的同行，尤其一些年轻的朋友讲，我说你们要当记者啊，两条，第一要了解好新闻怎么报道出来的，第二要了解那些假新闻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我们吸取教训，我们再不能犯那样已经曾经犯过的错误，撞了南墙要回头的，不回头那不是傻是吧？嗯，这个，所以你看斯大林那么厉害，当赫鲁晓夫把真相告诉大家的时候，一个秘密报告，斯大林就轰然垮塌。毛泽东也是这样啊，你别看这个网络上五毛满天飞，一旦真相有平台可以说话，几天就摆过来，啊，我深信不疑，啊，那些坏人啊，故意什么，那还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讲，啊，就跟我们这个知青群里边也是啊，老提这个青春无悔啊，毛主席万岁。我说毛主席要万岁，我们谁都回不了城啊！嗯，一句话就没人说话，啊，所以我认为媒体应该是一个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如果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没有了，他的局面，啊，你不感觉恐怖吗？而且那种局面不会维持多久的，今天网络这么发达，啊，有些国外议论的一些情况，哦，因为我这两年这个经常在这儿嘛，啊，回去和那些朋友一聊天，哎，他们知道事比我知道的还多，翻墙，他们翻墙，是吧？嗯，所以那种限制啊，真是没有用的，嗯啊，还不如换一个思维，嗯，把媒体的功能、记者的功能发挥起来，人气儿、真相才能付出，人气儿才能理顺，大家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当然这个博弈，现在很多队伍已经散了吗？不好带了吗？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由于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啊，我认为真相不会退台的啊，所以我讲我们摄影课的时候，我也总在想，我说这个影像无处不在，很多敏感的事儿，报纸上不能动的事儿，都有影像，影像拍得好拍得坏拍得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它都有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你的思维怎么可以还是那样呢？嗯，